8月29日下午，电视剧《小爸爸》导演文章携主要演员张子萱、朱家玉、刘欢、王耀庆现身西安，参加陕西卫视《小爸爸》开播盛典录制。马伊琍身体不适，未能到场。作为西安娃的文章，首次以导演身份带着新作品接受家乡观众检验。虽然家人没能到录制现场支持，但文章母亲却送来爱心便当。面对妈妈做的油泼面，文章当场大快朵颐。怎么了？我们家里说一点都不辣，有什么辣的？那家里炖到文爸爸旁边，我们一起在这吃。来，耀兴哥怎么样？耀兴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吃吗？我回来了。哎，吃了凉皮之后说陕西话更正宗了。哎，其实耀兴哥他忽悠了你，文章导演忽悠了你，我们吃凉皮是不用过去的。据悉，《小爸爸》将于9月2日晚在陕西卫视播出。